诗歌朗诵书法二题，作者武穆，朗诵陈垂良。第一首，文化疗愈，陈正，花月。从文人雅士的百家身影中走出来，默默地你挥笔，在繁嚣的市井之外，在澄净的内心之中，寻找一种无形的逍遥。笔是自若，纸是依托，细墨文化疗愈四十年，点燃一朵刚毅之韵，成千年余绪，透文化风骨，把自己挥洒成诗城的一帖风景。第二首，心灵乌托邦，南志国，云淡风轻。自神州大地至星州小岛的空中走廊，你跋涉成孤傲不群，拒绝庸俗，拒绝低层次的文化贩卖，坚持宁缺毋滥的文学创作，向往云淡风轻的心灵乌托邦，把自己戏谑成星州闲人，书写一生不争的短歌，以一笔不知未来方向的飘忽墨韵，鸣一枪不羁与闲散。